凉拌番茄。没有，搁两把这儿，那边焗肉过，黄瓜。早就吃了，就我们吃的很晚吗？吃了点。好吧。两把那个番茄。我觉得吃，要不然我问你要吗？我觉得吃早了。这个番茄好吃，叔叔。我觉得吃的太早了，晚上会饿的。我吃什么？嗯，看看啊、哦，看看人人吗？我们都想看你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哥哥。Hello， 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下午好，不是晚上好。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看一下你们好吃的，今天做了很多菜，因为爸爸生日嘛。几岁？你们说的我有点害羞了。啊，不去把灯移好了，打扰他们有点冷。已经吃过了。我没有媳妇儿，我没有媳妇儿。往这边，往这边打。嗯。这个怎么那么大？没有没有。我看不到，我感觉我两个头了。他们都想看公屏。我两个的头都是这样。嗯，这是这老平吃的，要吃几只噻？我吃哪？我吃哪？看阿布吗？阿布也在这里。阿布打个招呼。来看看。说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好。嗯，起来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大家晚上好！你们吃饭没有？来，我忙着吃饭，谢谢。来，吃吧。小野啊，我这有，给爸爸拿一瓶。大卫，嗯，我叔叔这儿有，来叔叔，你先喝，别吃了。没事，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，可以吗？来，叔叔吃这个，你们看这个多大？我自己玩。来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一个嘛！今天你最大，你是寿星，叔叔，你发言辛苦了。啊，你多吃一点。来，我放的这边嘛。没有卡吧？嗯，挺紧的。今天好热闹吧？嗯，真会来事儿，没有没有。啊，还不小，27岁的人了，还不会来事儿，咋混呢？在在我。爸爸来事儿。你对着我爸爸，我们三个人，你坐过来一点。嗯，坐今天吧。嗯、阿罗远远啊，不是那个小巨，你们坐近点啊，好添菜。我感觉这样子挡的人家阿不捏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不捏不挡。我来这个看我干嘛呀、啊？那你看我干嘛呀、啊？嗯。哎，我们这个全单身的，你们两个干嘛呢？啊？我们这全单身的、啊，出众了，没有啊？什么、啊？你在说啥呀？没啥没啥。来，叔叔赶紧回过的，这个小燕炒的、嗯、老好吃了。我这是人马鸡。你们会不会吃肥肉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我就啥的字。我是喜欢吃肥肉，因为肥肉好吃。嗯，右手，这个是右手。嗯，我们其实是右手，只是你们通过直播镜头那个样子镜像就以为是左手，其实是右手。敢包啊？待会少吃点吧。那我不吃了。今天可以多吃一点。为什么？没事，今天多吃一点，开心吗？今天是好日子呀。对。搞笑，今天吃饱了，明天减肥。吃饱了算减。圆圆有点像阿罗，就是阿罗。嗯、小燕叫圆圆过来呀。嗯。你最近为什么又跟你们在联系？我们是好朋友。啊。我们是好朋友。哦
你给你哥五十哦不，你笑啥呀？不乱说，不乱说。没事没事，没有那个吴先生，你粘到那个吧。你刚刚听到了什么吗？好像没有吧。嗯，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嗯。天天在减肥的路上，对。是减肥的，嗯。大卫少吃点减肥。吃。嗯。小军，那小军挺般配的。你们说谁跟小军般配啊？吃饱了再减。好的，好的。不管别人。啊。要自己吃了再说。司令部。好。走动吧。品质了吗？啊，你走了。好。哦、oh. 对，直接吃。叔叔阿姨说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小俊和圆圆什么，什么什么那种？什么？多吃点番茄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多吃点，稍微多吃点。你们在说什么？多吃点番茄。来，圆圆。嗯。小俊，你给圆圆夹一夹菜啊！不是，人家不夹不到这个番茄那么远。我给你夹点，我给你夹点。嗯，对。吃点番茄。那真是，对嘛？他应该来，对不对？他来的屋头人多，他客人嘛，他有点腼腆。客人，对，对，嗯，好像哦，这样吧。你，这飞过来吗？啥问题？不是我们家。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，该吃就吃。对，他们就是调皮，好吧、嗯、我妹妹就是有点调皮的那种。阿伯爸等我往这边再倒一会儿。还有吃菜，要不然才会。不用了，自己的孙子。哦，对，好吃的挺好。行了，哦，好嘞。这个。妹妹，不是，他有一点拘束，他远远有点拘束。第一次过来。嗯，对，多吃点，圆圆，多吃点，再吃就吃。跟老李黏着，你走。我跟黏了，黏了。可能再黏一个走，可能二爷了哭，爷了哭，黏个怎么着？看牙宝子，看他，爷了哭，黏个怎么着？啊，可以。哦，懂事。再他我打我，你要不要？你慢慢吃。你们一人一半吗？要不？一人一口吗？阿罗的真名叫何圆圆，对，嗯，之前是误会。来阿布，嗯，阿布就跟牛一样，不要拘束，没有，你看我吃这么多，我就多吃点阿布，嗯，对，你们两个多吃点，对，吃饱了一会儿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哈，刚好今天一家人都在，姚姐也在。一家人全部都在，一会儿我跟你们说点事儿，然后我也开着直播，叔叔阿姨他们都在，好不好？先吃饭，干饭，吃番茄，干饭哈。大卫吃在吃番茄。哎呀，我不敢吃啊，我怕。吃番茄煎。哎呀，你不要怕，你吃饱了才会有力气煎，对不对？嗯。好的，谢谢点赞，叔叔阿姨个人，来小眼光一起。我一起吃紧的，嗯，好抽。不是左手拿筷，我们都是右手，只是你们看到的是左手，因为他直播有个镜像，对。右手是右手。是啊，咋的？你每次都把瘦的吃了，把肥的跟夹到我碗里了。那我不吃肉嘛，我吃，小燕，小燕是怕你瘦的了，晓得吗？捏一个好点嘛。嗯。这样看，快点看。这个。捏个锤子捏三分钟。可以。
然后一个单身狗，感觉他的鱼想到我要夹给他了，他都把碗拿开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对对，你就是给你连个连个。来，宝宝，快点！哎呦，多吃点。嗯，哎，太瘦了，负担了。叔叔，多吃点。这是右手，你们看到是右手。吃了我的红包子，小雨就必须。夹到了。我没听到。谢谢点赞，爸爸今天好幸福。是的。妈妈，妈妈最近天天玩打麻将，我给她钱，她去打一块两块的麻将，好玩的，好玩的很，就跟。你真不吃啊？嗯，不吃了。是不是说的你不好意思了？啥不好意思啊？我觉得你晚上肯定还要去吃一顿。你别坏我名声哈，是直播间那么多人呢，我可有头有脸的啊。肯定还有头有脸。好歹也是个小小小小小网红嘛，在我们这个村。你可是。万一村长在看我直播咋办？会。我也想要这个。我帮你。一起吃嘛，没死的。我也不想要了，哎呦，啊不要了，你吃不完给我，我来吃好不好？行了吧？你怎么样子？嗯，那样子。本呢？妈妈，一刀两断的意思吗？一刀两断。谢谢点赞，好开心，谢谢你，好幸福，谢谢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能不能帮我们把赞赞点一点？把人气票灯牌亮一亮，好不好？好肥哟！左上角有个黄色的爱心，把人气票灯牌亮出来，我们一起数三二一，一起点赞，就有双倍点赞加成。来，三二二一，一起点赞。把我都赶着哦！点点点点点点点，赞赞就很好。我以为是洗衣粉包小餐，包洗衣粉。人家白糖到洗衣粉混。番茄吃啊！我以为是洗衣粉，这个番茄真的吓我一跳。他刚谢谢点赞。肉，哦，加油摩托表姐，表姐那个白糖是不要钱了吧？感谢点赞，欢迎你们。爸爸，现在多少了？29万，30万点赞，今天能不能点到100万？叔叔的生日愿望。谢谢点赞。不是左手右手吃的，右手啊，再干一碗，叔叔，再干一碗。对呀，嗯，可吃这这，你兄弟，叔叔再吃一碗，再干一碗。身体不爱这样子，身体才好，能吃是福。对，多吃一碗，这样子身体倍儿香。那叫倍儿好。倍儿好，谢谢点赞。多干点。你是海南奶奶，好的好的，40万点赞了，马上快，谢谢你们。把人气票灯牌我们亮一亮。对，不要纠结左右手，反正在吃饭就可以了。不是左手不一样，用左手的人比右手的人更聪明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我专家说的，专家说他用左手的话。哪有那么多专家来说？我也不知道。妈妈不在马边，妈妈在外面调养身体，我让妹妹照顾着。欢迎多吃点。妈妈最近不错。来一个呢，好，嗯，小燕多吃点哈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小燕最近胖了呀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在视频里有没有发现小燕胖了一些？你们两个都胖了一点。什么？你别说。差远了。谢谢点赞。那蛋糕子等会儿切啊，现在不切噻。啊。现在还早。先把饭搞了。嗯，要得。没有。小燕脸色还不好看吗？有可能啊，我看一下。小燕比前段时间气色好，精神好。对，祝你不在，最近在成都老家。谢谢你们，白一些了哈，爸爸多了3个娃。谢谢点赞。圆圆胖了，缓缓是谁啊？哦，你要打圆圆对不对？打成缓缓了，缓慢的缓。看一下阿布，阿布刚刚吃完了，现在在外面呢。
如果没关注，我们给我们点个关注，这儿有个红色的加号。小燕是，小燕是2004年的哈，结果18岁，满19了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满19？农历的8月。八月。我的天，我比小燕大9岁，8、9岁。怎么？你当时为什么跟我说你21啊？啊？害怕我？你嫌我太小了。领都领不了证啊！他等我。我的天！那边怎么了？那边怎么？我的天！表姐的孩子，表姐的孩子，打包没有？嗯。我说远了，我说他。那是表姐的孩子。不是小燕的孩子哈，怎么可能？叔叔开心笑了，拍个全家福可以，一会儿我们一起拍个全家福，我们在镜头里面，你们帮我们截图呗，好吧？10年后再拿出来看。对，我们要去上大学。叔叔生日快乐，谢谢你。这是表姐。小娇妻。